来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精神真好。不过呢，这无一定是讲恁好，是因为等下就要回去厝诶，所以感觉我心情真好。这很多人哈、哦，伊迄个心情的转换哈，拢是看会出来。尤其是那离开厝里哈，一两天吼，啊就开始想厝。但你回去厝，你感觉讲枯燥无味呢？但你就感觉讲应该才袂歹。其实来这里哈是不错的，因为这个天气哈，袂讲真冷，啊啊拄啊好，啊佫有火锅好食。啊，你若连续安尼食两间火锅，火锅啊，有人会重三公斤哦。因为这个有真济同心甲我讲吼，哇，等于牛讲重三公斤哦，我呐下死命食，我无要紧，做你下死命食，等一下开始减肥。我这一堂课哈。即、这个做国际法理来滴哈，因为咱的即个江苏，让我甲咱用各种角度讲即、这个啊台湾地位的法理。我呢，刚才要讲一个几个重点，予咱大家知影。咱直接哩读即个国际法理，其实初级班呐，敢那读两个代志尔。第一就是啥，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就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你看啊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个很清楚。以后你就知影讲，你唔免惊中国，哪怕讲中国真正甲你进攻，啊来甲你占领，也袂当永远占领，一定要离开。这全世界也会压力啊。那也是以色列，伫六日战争以后占领了加沙走廊，经过偌久38年，伫国际的压力之下。伊冇移民足多呢，啊，冇个屯垦呢，冇个基础呢，但是国际压力之下，以色列终于撤退，撤退啥？加沙走廊。伊当伊占领这个加沙走廊的时阵呐、啊，我问你嘞，这个加沙走廊这个所在是不是一个国家？当然不是嘛。但是你啊，眼睛啊看，蒙特维多公约来滴，伊讲你只要符合四个条件，你就可以称为国家。第一，领土，加沙走廊有没有领土？有啊，有领土无？有啊，有。啊，你大个所在不是领土问啥？哦，有领土对不对？啊，过来，有政府无？有啊，以色列政府底下，啊有人民无？有啊，住底下不是干那以色列尔，佮有迄个啊，做巴迄个巴勒斯坦的人啊，啊过来。有外交权嘛？有啊，以色列有外交安全的 啊，所以加沙走廊是不是称为一个国家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。行啦，以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四个条件，拢不是法律的条件。你看台湾，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？啊，你讲不是，为什么？来用蒙特维多公约来检验台湾这块土地。台湾这块土地，以中华民国跟台湾分开啦。中华民国有台湾这块土地无？没有。啊，台湾人，台湾有这块土地无？没有。我所谓的土地啥，就是登记有案，有登记的。人这块土地无交乎你呢？日本天皇讲好，我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我交给台湾人民，没有呢。所以以法律来讲，这块土地不是台湾人的。所以每一摆头一考试的时候，这个叫上课，我拢甲问讲吼，希望台湾，希望这个上课的人啊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叫伊举手，我拢嘛举手。但是实际上，我来甲伊讲吼，好，啊，住伫国宾饭店的人，就是国宾饭店的主人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。而且你知影，但你这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听无？这法律的关系啊。啊，所以今日台湾这块土地。台湾人无台湾这个土地领土，中华民国当然嘛无啥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将台湾这个领土交予你中华民国嘛，所以没有嘛。啊，过来，这个土地有政府无？哦，中华民国伫这个土地顶面有政府无？有，叫做中华民国嘛。迄四个条件拢完全符合的才叫国家呢。但是伊无土地，但是有政府。啊，台湾人台湾有这个土地的政府无？没有，是安怎？咱即摆你甲咱管的这个政府是啥？是流氓的政府。
所以美国，咱过美国2006年十月二日过美国的时阵，有五个结论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政府；第三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炼狱；第四，美国承认讲这块土地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；第五，伊讲这叫做美国承认讲吼，过来讲要求美国法律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，就是咱。您即马加入台湾民政府参加民政的受训毕业，咱大家人就是作为来告美国政府啦。所以后摆人讲吼，谁告美国政府？你变哪讲？哎，对，咱，迄字读到咱吼，迄字读到咱，毋是读到你啦，咱。咱告美国政府，所以大家共同享受他的成果。啊，既然美国讲这个中华民国无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政府是一个流亡的，所以真正讲台湾这块土地的政府是流亡政府。有领土，有政府，过来有没有人民？中华民国有这块土地的人民吗？无，那一部分尔啦。因为迄当中有位中国。1949年、1945年、1949年，有位中国流亡来台湾的受难的遐难民，遐难民差不多偌济，差不多100多万、120万左右。当然，因落尾啊有生团嘛吼，啊生团，甲即摆上无嘛，才3倍左右，才300万左右。就是即块土地有人民无？以中华民国讲来讲，因有一部分的人民，但是不是大多数。啊，咧台湾人有人民伫即块土地顶面无？这个法定的人民哦，有没有？没呢，没呢，没人民呢。所以这个土地顶管，没人民，没政府，没土地，没外交权，没这四项物件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不能变成一个国家。所以你用蒙特维多公约来做标准，台湾这个土地赶快也不能称为一个国家。所以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台湾呢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。过去所有台湾的国际法的专家，无人去研究这个，从来没有去研究。啊，你若研究这个，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说，要哪个套。所以你甲想，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你台湾人去示威，你若要示威，应该向中华民国示威，对不对？当然嘛唔对，中华民国都无迄个物件，你甲示威。爱向什么样示威？爱向美国的大使馆示威。美国才是正正刚刚台湾这块土地的管辖者，他这已经管了呀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要把它关掉才对。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不是中华民国的，台湾这块土地也不是台湾人的。在法律上啊，法律上，咱是干呐，予伊管辖啊，住伫即个所在尔尔。所以呢，依照蒙特维多公约来个检验吼，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，非常非常清楚。啊，中华民国迄是边讲？啊，中华民国有金门马祖呢，所以美国唔只讲吼，金门马祖，因为有金门马祖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啦，是上代讨论的议题。中华民国来，咱来检验讲国际贸易组织，台湾中华民国加入迄个国际贸易组织用什么名？你敢知？独立关税领域啊！啊，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？怎样举手？你都唔知啊，对不对？我怎样呢？含李登辉都唔知。李登辉就曾经问过，林先生，啊，这个。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啊？我讲独立关税领域不是你当时你做总统的时候，你叫蔡英文去办的啊。蔡英文给他回答，蔡英文讲吼，无啊，到美国都跟他讲吼，用独立关税领域就可以加入啊。啊，所以就按个加入，啊嘛糊里糊涂。所以台湾人啊，这中华民国这些人，看袂讲啊，你的国际地位是啥？你拢唔知影，其实拢什么人在后边在安排美国。啊，来，独立关税领域，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？到今嘛为止，家己伫独立关税领域，自己都还搞不清楚。这是为着来，你知道？为美国来。美国跟墨西哥建交，当然墨西哥建输嘛。
啊，建水的时阵有一个城市啊，一个港口啊，去美军甲占领。占领以后，这个防占领的迄个啊，做港口的商人啊，要交税金。那我问你呢，要交什么人？美国占领啊，还是要交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！啊，所以原来政府还佫有伫遐，要交什么人？交给美国，交给美国。原来政府，我跟你讲，拢唔对。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，这个所在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就是讲独立关税领域要设置一个政府底下，就佮现出是咱共款啦。咱台湾民政府就是即帮设置民政府，是按照国际组织设立的政府，咱已经设好啊。所以你若讲起来，台湾现出是有两个政府，一个是啥？台湾。No， 叫做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关系法，就台湾管理当局。另外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是即马有两个政府，所以伊中华民国才无法度甲你处理，所以中华民国才无法度甲你处罚，袂当讲甲你抓去关。咱是一切拢爱照法律来。啊，若安尼时阵，你甲看讲独立关税领域设落去，台湾甲澎湖两个是日本的什么领域？分离。关税领域，先讲分离关税领域，因为日本暂时和咱台湾朋友拆开啊，这两块土地头家拢共一个人，日本天皇啊。金门马祖是叛乱集团的土地啊，是和这个中国无共款的土地，所以这两个土地叫做分离，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金门马祖、台湾朋友加起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简称为独立关税领域啊，是安尼，我们中华民国来加入国际贸易组织，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为啥来 WTO 啦？啊，所以基本 WTO， 您咱加入的名已经知影 ，WTO 唔是用中国台北呢，中国台北英语叫做 Chinese 台北，对不对 ？Chinese 叫啥？中国。啊，台北呢？台北，你想看卖啊？是安怎？那也不爱用 Chinese Taiwan， 为什么不要用 Chinese Taiwan？ 就是中国台湾或者中华台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不爱用？你知影无？你知影？知影举手，唔知影举手。好，你当然唔知影，啊，无你来坐下去痛下。中国台湾还是 Chinese 台湾啊，流亡政府只有能够在一个城市，流亡政府只能在城市而已啦，不能在整个地区啦。啊，所以 Chinese 台北，若要甲翻译为汉文的时候，叫做中国台北举手，啊，中华台北举手，中华台北。举手，搁一摆，中华台北举手，啊，中国台北举手，啊，无卡举手是创啥？哈？是不是？中国台北中，你侬读过英文吗？爸爸读英文哇？啊，前一日读叫啥？中华还是中国对不对？啊，台北叫啥？台北。啊，奇怪，中华台北唔对，中华台北嘛唔对，是安怎？因为 Chinese 台北是一种简称啊。Chinese 台北叫啥？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来，迄个字要出来。Chinese Taipei 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，是全世界拢甲你台湾人讲，你用迄个名 Chinese Taipei 是啥？流亡政府，啊，敢若一寡戆腿的台湾人，敢若自我解释讲是中华台北啊，是中国台北啊，我用中国台北是咪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中国，啊，我要用中华台北，两个拢崩汤啊，两个拢死啊，所以真真正正的 Chinese Taipei 是参加奥运啊，参加国际的组织啦、啊，用这个给你骗，你看台湾人有可怜无？啊，得到奥运得到什么什么冠军啊，什么军的时阵哦，中华民国旗啊，排到身躯顶安尼扯黑丝面罩，讲爱国啦。爱什么国？嘿，外国人看了讲奇怪，啊，恁这些人都明明台湾人，你攀一支旗啊，你走，你不会很奇怪吗？
对不对？所以真侪台湾人无确实了解啊，当然台湾人无了解无要紧，你遐主导者、遐专家，家己本身都无了解啊。专家无了解，就三日后边甲你讲，后边甲你补。所以台湾的教育拢是骗、骗、骗，一再骗，到今日还搁你骗。当然啦，我们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，很金贵，安尼一直甲上课，一直甲说明，一直甲这个全世界甲包括全台湾的人宣扬，唔才开始台湾的气氛有开始改变。咱即摆宣扬，拢即摆伫日本嘛咧甲宣扬。所以真侪日本人嘛开始感到讲，不对呢。过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建书以后啊，所有的日本人，我讲所有的哦，大家拢足切战争的，因为战争会死人，对不对？会无？日本死偌济？小老师，你敢知？310万左右，310万。短短几年啊？1941年。啊、哦！1941年到1945四年呢，死310万，因为日本人就爱死的。神风特工队，你捌听过无？啊，这日本人是足颓的呢。你讲伊颓嘛，但是伊足爱国的呢。神风特工队，什么叫神风特工队？你知道？对，拢叫少年啊，赛飞机啊，迄飞机的油啊，单程的，赛出去。做迄歹当啊，去找到美国的军舰啊，都甲弄落。所以美军啊，到落尾足惊呢，看到飞机敢若看到鬼嘞，因为啊，伊都歹命，伊只规只飞机敢甲你弄咧船内底啊，爱只船无沉啊，袂使，爱一个人甲配伊规只船啊，安尼足欺骗个。啊，所以呢，迄种个精神，甲落尾日本战书啊，啊日本人开始啊破大。大船无去，所以即摆日本人啦，死去以后啊，破开拢无大，即假啦，即假啊，你即假啦，即开玩笑啦。我是讲，因我咧甲因笑啦。我讲因来的时阵吼，因来上课嘛。我讲你捌去身体检查？伊讲捌啦。你的蛋有要搁伫咧？我奈无。我讲你拢无蛋。哎，老板讲咧，因都爱笑。其实日本人是，咱嘛是日本人。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，但是咱已经袂记啊。三一日，去年的三一日，迄个祖妈咪就是海啸。海啸的时阵，日本嘛死几万个，对不对？爱死几万个，但是电视甲做，因这日本人迄当阵安那规矩无？有规矩无？非常规矩。日本爷们要买物件，拢排队呢。啊，有一个。巴肚足枵诶，但是排队还未到伊，伊甘愿无爱去插队，要枵死。你种精神台湾人有无？你若感觉有会举手，啊无会举手，你拢乌白讲，有啦，台湾人有啦。台湾人是啥物时阵有？1945年8月15日，甲中华民国军队入来，台湾人就迄种诶精神啊。迄当阵诶精神啥？台湾有警察无？无。回去嘛，日本人回去嘛，啊，有那个军队吗？没，没人管呢，但是没人管，那当时台湾的犯罪率两个月里面，犯罪率是零，所谓的零的意思，跟日本那个芝麻米发生的时候，同样，大家甘愿哦，虐待他自己，但是一定要修法的。是中华民国部队入来以后啊，台湾的特殊、台湾的秩序拢土去呢。好、哦，你就看到一个故事，迄毋是故事，迄真正的真实的事情，就是迄个老外来，迄阵阿伯老外，迄个少年老外，看到讲，一家家户户拢有自来水，自来水你看这样真简单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迄当阵因中国人来看，毋捌看呢，哇，这里还是墙壁呢。墙壁讲水甲存下去吼，水就来，啊有方便无？台湾袂歹大迄款嘞，较紧嘞吼，伊就比去咧五金店甲买一个水龙头，买来吼，伊为迄砖啊吼，砖啊壁间甲弄嘞，啊存看卖啊，那无水，啊无水，佫转去共找迄个五金店头家要共拍呢，你这骗人个啊！
啊，我同款，我甲倒落去，我就无水，啊，别人哪有水？你讲这有笑亏无？有笑亏无？伊都唔知讲后壁个水讲呢？中国人唔捌看，迄种诶，做中国人诶文化水准啊，比我们低得低咧。所以莫怪讲拄我开始诶时阵，台湾人看未起中国人。但是因即摆中国人吼，因真厉害一点就是啥？伊敢那会晓一个物件，讲话啦。伊就讲全部要学国语，诶，什么叫国语？国语就是我即摆咧讲诶，即叫国语啦。台语就是咱诶国语嘛。啊，伊毋是叫做国语呢，叫北京话呢。我问你呢，蒋介石讲诶话，你捌听过无？年纪较大捌啦，我差不多我算捌啦，我年纪较大嘛，捌听过蒋介石讲话举手。哈，啊！伊讲的话恁敢听有？听无嘛，对不对？人伊是标准国语呢，浙江诶，迄个话啦。所以迄当阵伊嘛足火呢。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，伊讲讲国语，靠呀！你家己无咧讲国语，干呐叫咱讲国语？我那时阵会敢翻呢？那讲台语哦，翻两工呢？捌去用法国钱的举手？啊，恁算老的啦。唔好话，迄种算少年的啦。咱阮迄个时阵啊，实在讲也真可怜。即不要讲伊的话，不要讲妈妈的话，爱还罚钱。迄种叫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迄不可以呢。那台湾人也要讲嘛，不要讲啊。台湾人忍气吞声，台湾人足够的。啊，即嘛台湾人忍气吞声，到落尾安怎？换家己自傲。啊，即嘛换台湾人安怎？去好学两天啊，北京语以后啊，啊换伊看袂起台湾人，偏偏台湾伊看伊袂起，啊呐，伊学了北京语啊，伊讲我讲的是标准国语啊，啊你讲的是台湾话，啊台湾话是没有水准的啊，变作安尼去，啊变作啊台湾去用看无水准的时阵，时间一个久，台湾人就安呐自卑，啥物物件拢讲哦，你中国人较好。啊，中国人，伊唔讲中国人，伊讲外省人。台湾是啥物所在有外省？台湾四边边拢海呢，那有其他的省？敢有？有无？无呢？我无看到，你敢有看？对哇？啊无你讲外省啥物意思？啊，所以讲大陆，啊大陆嘛唔对呢。有美国大陆，有澳洲大陆，有中国大陆，你伫讲大陆讲对起，所以有。近摆呐，并迄个同事你甲我讲哦，啊，我从位大陆转来，我终于哦，你从美国回来了。因为无啦，我唔是去美国啦，我去中国。我去中国，你来我讲中国。哦，未使讲安尼，爱讲中国。咱都爱改变，我们就要这爱迄个意，唔讲意识形态啦，这地区爱甲讲个清楚。你从中国回来，因为。我讲欧洲大陆对不对？对啊，欧洲嘛一个足大个大量啊，美国嘛一个大量啊，美国大陆啊，啊中国嘛有无唔对啦？但是你若讲要跟人讲的时阵，因为大量两字啊，你讲出来，这个语言渐渐变作讲咱会去用假算盘，因为大陆甲台湾未输干那一体的，尤其一寡英语人呢，我看足册，我刚刚从内地回来。所谓的内地是哪里？是哪里？日本也塞啦，还是讲南投也可以啦。南投不是咱的内地，不是啥？刚刚从南，我恭喜，拄啊为南投回来，袂看去爬山的款吼。你也家己的，对不对？我从内地回来很好，你从南投回来。我讲的是很严肃呢。台湾就台湾，啊，若讲日本时代啊，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内地是日本本土，日本人去统治台湾迄个时阵，拄啊开始无唔对，我们是殖民地，那是殖民地，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能割让，咱是可以割让，而且我们是殖民地，人日本天皇有研究战争法，有研究迄个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，伊会晓实施，
这万国公法伫台湾，和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，有参政权甲参战权了后，台湾人甲日本人的地位变扭变去。殖民地的时阵，殖民的国家的人民比被殖民国家的人民啊高一级啊，殖民地是低一级。但是宪法实施以后，两边的级数平等。都无共款啦，啊，两边的即使无共款的时阵，迄当阵才有法度来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是为遮来的。所以你讲啊，做咱前咱滚手的考试，干那迄本《新台湾论》有简单无？有吧？哦，看微博，啊，你都无考啊？你也知？我跟你讲，我欢迎恁来参加第五次。第五次应该在三月中呢，啊，你要来考看卖无？会考免钱呢，啊，佫有饭好食呢，安尼袂歹，敢毋是？对不对？参加考试佫有饭好食，啊，若考掉的时阵不得了呢，有一个郡守资格当选证书呢，我们执政以后就可以当郡守呢。你想讲台湾民政委迄个新台湾论遮简单啊？无简单啊！头一摆134个人考，考掉27个；第二摆98个人考，考掉23个；第三摆126个人考，考掉25个；第四摆常考的405人参加考试，405哎啊讲错了，204人呐、啊，200空是足厉害呢，204人参加考试。啊，即马古野湾我唔知道，因为要盖出来，要到礼拜三才会也盖出来。几分及格？拿不70分以上不可能。啊，昨天的考试哈、哦，我们是 open book， 对，你当铁切入去。啊，你看你会过无？你会过无？啊？啊，有册，予你阁未过？啊，你买册要创啥？啊，来，我甲你讲。那你郡守考试啊，很简单，是非题80题，选择题120题，啊有简单无？都没有申论题啊，拢唔免你背啊，敢毋是？啊有简单无？来考看卖啊！我甲你保证，你若来考，你若无册买册，只要摕10分尔尔。啊，若有买册，只要30分。啊，读一摆，差40分。所以有东西你甲我讲啊。哦，我已经考第四届了。伊本来是讲昨天的考试是第四次嘛，哈，啊，这第四次已经较简单了啦。啊，你秘书长你无嘛良心发现吧，吼，题目放我较浅的，对不对？咱考了上深的。欸，你无甲我拍手者。因为哦，我知道。因为我知影讲吼，有真侪人咧读册拢是靠机会，靠机会啦，啊！你讲啊，我考第四届吼，总有一摆过，我如深互你考。我安那深，啊深，搁互伊看课本呢。老板，你出来甲我讲，伊讲吼，秘书长，你甲因骗啦，遮尔深，迄含看课本的时间都无。是非题，是非题啊，圈圈叉叉俩，对不对？他过去头一摆读的，对；第二摆，对；第三摆，对；第四摆阁唔对，还是对我唔对。所以我那边 open book 哈，我甲恁教，我足够考试的。选择题爱先做，会晓的先做出来，啊，未晓的等下选择题做了，对不对？尊重空白过来是非题来选择再来走，因为选择题你来走是一二三四嘛，你先做完，时间若真正无够的时阵，真的不够啦。这是非题，你若是非题没有哈、哦，有二分之一机会嘛。你若选择题一二三四要求我四分之一尔呢，所以你若较巧，你就要先是非题。啊，过来是非题没有的时阵，安怎有？
那无时间的时候，拢甲打圈，因为圈的机会一般来讲，出题的老师的习惯，圈的机会比较多。请我你出题哈、哦，圈的地位为什么比较难？我出的问题，我当然不会直述啦，但来宾有点陷阱，但些陷阱无关紧要，但让你想足久的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安怎？哎、欸，我讲，所以吼、哦，有一个考高考，因个爸爸带迄个啊做因女儿来考，我女儿足厉害呢，考两种个高考拢及格呢，我恭喜哦。啊，伊要来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头一摆考，考落去四十几分尔，过第二摆过来考五十几分尔，因爸爸都唔敢讲啊呢。哦，阮查某囝吼，高考两届拢及格，敢若考你个考拢考袂过。我毋是袂过，正常个物件，我甲你讲哦，有一天，恁听我甲你讲，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这时间不会很久。战争法，伫全世界会很流行，因为全世界战争愈来愈少嘛，拢爱靠啥？战争法、法律、万国公法来维护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。所以要鼓励咱这年轻的青年呐、啊，一定爱去读战争法，因为一般来讲啊，会去读战争法拢是啥物？拢是比较弱的国家啦，啊，比较强的国家啦，我讲错了。较强的国家才有去研究战争法，因为啥啦？战争法较强的国家，伊一天一天到拢共拍嘛，啊，拍了伊就用战争法嘛。啊，弱的国家呢，反正都拍输啊，错了。你国家越弱，你越要研究这个战争法，保护你自己。所以，因为我的战争法的研究非常透彻，和美国的国防部都有路呢，都爱和咱作为讨论呢。伊若讲法，我讲哎、欸，这样不对哦。根据哪一个地方啊？根据什么条约啊？几年的条约？哎、欸，条约很多呢，从头到尾条约很多呢，而且每一条拢爱怎样呢？啊、我拢免看呢，拢免看是假啦吼。我爱看了，我拢记起来呢。所以人去跟人讨论的时候，我拢免变呢。我第几条、第几页、第几第几题，讲到遐阿多阿龙啊，哎阿多大家目睭安尼，你呢你呢？啊，你讲是真的假的？我你等于查嘛，啊查出来拢讲哎真的呢。所以咱都爱说服，爱比美国较强，伊他才会听你的。啊，你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来听我的啊。所以呢，战争法不是讲人干那来遮读，所以我讲恁高级班哦，恁有时间应该来受训啦。高级班要受训，要创啥？要做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啦。啊，就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，拢总台湾很主席哈、哦。那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差二十万人呐、啊，而且二十万人呢，时阵我们现在只要四千名，所以以后的公务人员，我打算呢、啊，裁判剩一半。啊，每一个家庭内底啊，家家户户啊，拢发一只电脑。后摆呢，你讲要吼假设啦，要去请一个啊，啥做户籍成本啊，还是请一个啥物物件，拢免走，到恁家就好啊，电脑拍起就好啊。即摆袂晓电脑会举手，袂晓电脑，我爱学啊啦。你若阁无学吼，你会害啦。除了讲你想讲我活较紧就好啊，你要活较久诶，爱学电脑，吼、哦，真正爱学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免烦恼啦。你的后生查某囝拢会晓啦，啊，举手的人无后生查某囝会举手，你无后生查某囝，阿伯来，阿伯不，啊，你有小弟无？哎，无啦，不是阿伯，含小弟都无，你孤儿，啊？啊好，啊都小弟嘛，啊你有小妹无？啊好啊，啊小弟甲小妹甲你教，还是摕一百块给伊啊？你若足摕一百块的吼，你就直接用啊！啊来，一百块来，你甲开，你甲开咧。台湾民政府官网，欸、你们看台湾民政府呢？台湾民政府这个网哦，足济呢，中国人说足济呢，拢你甲你骗的啊！台湾民政府的这个网络啊，拢你甲你骂啊！台湾民政府官网，这是正讲难的。所以你看这死中国是足厉害的，我感觉。哦，别跟你讲啊，什么诈骗？所以有的人讲要叫伊来上课啊，啊，伊的啊，做后生也好啥啊，讲去上网啦，
啊，唔通去啦，那是诈骗集团呢。我讲你看到鬼，当时诈骗集团，伊看到有影啊，啊，伊家己讲伊是诈骗集团。台湾民政府的官，那个普通的哈，中国人说的，还是讲国民党说的，啊，当然啦，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，是按照战争法设立的，谁要设立都可以。因为我无讲这句话哦，哇，台湾民政府即马有七个不好住呢，安尼。啊，做初级班学的，高级班学的，哇！现在招鬼的人都设一个什么政府呢？各位，没有那么简单呢，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敢来看？你即摆看到我的台湾战争史一二对不对？三四，过两礼拜都出来啊！啊，过五呢？啊，六我都摆好出来。六迄批的哦，我都讲武功秘籍，放在我的怀里面。放心啦，总有一天我会公开啦。因为那公开没创啥，就是你研究战争法，你要把这些所有的战争法给融会贯通。哎，什么叫战争法？咱上课老师有讲无？什么叫战争法？战争法有没有条文？没有。战争法都是用惯例法，习惯上的用法。哎，谁来讲无条文？你想看嘛？国家要整战争法，无一个国家乖乖讲要给你用一个战争法，所以都用惯例诶，习惯上这样子。所谓的战争法，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啊，还有一个是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，有3000多条，把这五种全部合并，统称为战争法。啊，所以这五本、这五种的东西，你读好，你就能够研究战争法。不过你读好，不一定要经过10年。我没跟你骗呢。那种原文呢？啊，这里面有原文很好的举手，啊，没有原文不要通的吃举手。好啦，所以你要来嘛，我算还可以啦，但虽然是还可以来讲，有很多文化不是你说这样就这样，像我跟你说过 The people of Taiwan 什么意思？台湾人啊。 People on Taiwan 什么意思？也是台湾人啊，两种都是台湾人，你的意义不一样，很漂亮。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， The people on Taiwan 住在台湾的人，包括那些中国人。你要看这美国有干巧吗？所以美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咱就没法度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你是台湾关系法，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你有看吗？啊，那个就这样和平条约的 People of Taiwan， 这 of Taiwan 要够啥？上海公报，那 People of Taiwan， 上海公报是美国跟中国签的啊。那当阵就跟你讲真清楚，来台湾人敢知？唔知啊。所以你也想哈，恁到今日，咱到今日啦，干那这个一句英语就好啊，你就飞去啊。只要用这句英语，我们台湾人就回不去了。所以你想看看这战争法有深吗？深的。所以我希望呢，我们各位哈，您回去一定要去读一本新台湾论。新台湾论，我刚看这个考卷首的，很多人那个新台湾论都读到这样整本乌神乌神的。你如果乌神乌神也没关系，如果真的说读个足厉害，读个足久的，把里面的错字啊，拢讲啊，揭出来的时阵哦，我愿意用一本甲你换，新的给你，啊，你旧的给我，安尼好唔？有够戆呢！我新的给你，啊，你旧的给我，啊，你的经验拢藏在内底，啊，我摕着，安尼恁好。恁爱新的是不是？头脑哦，拜托拜托，要有一点基本意识啦。
你读迄本册，读到读几部，顶完了画重点，啊，我找新的甲你换，啊，是不是你从错字那个更正出来，啊，找新的给你，啊，你搁更一摆，安尼好啊？你们这样好吗？拜托，拜托，用头脑啦！我感觉吼，咱台湾人足高义的呢。哦，人要用新的甲换，很好啊。迄是我要用心的，把你的、把你读的成果，把你吸收过来，那好，迄是对你歹啦，不是对你好啦，啊，你知无？较巧咧，你们要用头脑啦。你伫台湾生存哦，很多人都无必用头脑啦，人讲啥就讲啥。我讲你报纸你拢袂晓看，你要相信无？耶、yeah, ，对不对？报纸甲你写。台湾又与甘比亚断交，对不对？对一家手，唔对一家手，那有人无家无家手呢？投机分子呢？当然嘛唔对。台湾当时甲人建交，是甚物人甲人建交？中华民国嘛，啊断交是中华民国，歹的拢是因中华民国，但是报纸拢甲你写，歹的拢是台湾呐。啊好的拢因呢，啊好。无形中这种的教育哦，让你台湾人干嘛讲哦？啊，台湾人拢笨蛋，啊，就有影咧。中华民国派伫国外的遐外交官，无一个人是台湾人，拢系较关键啊，比较高层的没有台湾人，拢是中国人。你自己啊看，看我讲的有影无影？搁一个行业真好赚钱的，叫做演艺界，演艺界。嘛，80%拢是中国人。真正台湾人水的，还是烟斗的，拢袂互你出头。有啦，水的敢有一人会当出头啦？都外销的叫做林志玲啦。迄个啦，伊我是讲伊的名，甲我差一字尔。迄是真的哈？喂，搁讲是袂？迄是真的哈？我是甲恁开玩笑啦。敢那悄悄看一个台湾人，咱一个台湾人，啊那村呢拢中国人，你甲注意啊看，啊那较水的吼，我甲你保证，你在电视台迄、那个媒体界啊，你不能出头天呐，演台湾嘛袂使，啊变作伫电视，那变变台湾人啊，拢啥物款的，拢是啊，拢是啥物款的，拢是一挂表演，拢是一挂迄个无受教育的。所谓的没有无较无品的迄种的人，安尼时阵，互你台湾人家己无形之中看个电视，你感觉讲你甲伊共款？啊，因遐中国人看起来敢若较敖趁钱，敢若伊较敖咧，他可见足厉害呢。对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要家己洗脑，拢用这种的方法。你过去无听。拢未注意，但是实际上拢是安尼。所以台湾人，唔是台湾人笨蛋呢。台湾人啊，笨蛋的时候，你甲想看卖啊？马英九头脑够好，你哪知啊？你看就知，伊读建中的呢，伊读台大的呢，伊读哈佛的呢。啊，你讲用钱买？我甲恁讲，马英九很不幸。他高中是跟我同校，同校啥？建中诶，咱是考甲要死呢。马英九，我哪会知？我本来拢唔知影这个代志。你知建中做啊一辈孙吼，扣900几个。我以前考试了有榜单，放榜的榜单有啊，拢大伫壁诶，900多。入去以后，大家嘛真欢喜，学生嘛，高一的嘛。建中的制服穿的袂歹呢，敢若穿两字，伫外口伫坐公共汽车，人拢带羡慕的眼光呢。迄阵我也感觉是安尼啦。啊，奇怪呢，高一入去讲编24班呐，啊一班50个，哎、欸，好刚才我的算术袂歹呢，24×501200，哎、欸，啊放榜才900几个，980个，啊那。编里边编班的时候有1250，哎，1200位，啊，剩的是位对来的，所以入去班上那个看，因为入去的时候拢会互相会讲哈，哎、欸，你考几分？
会不？恁会安尼嘛？恁读台下啥拢会讲嘛？对不对？啊，阮是读高一的时阵吼，嘛是同款吼，拢会照分数来排嘛。啊，你考几分？你看，哎，偏偏都有一几一班内底有几个人吼，死都不爱讲伊考几分。安尼感觉真奇怪。咱想讲吼，哎，无啦，伊的个性，伊不爱互咱知影讲伊考几分，吼。但是人都是感情的动物啦。啊，时间会过过一个月、两个月以后。未讲话，朋友嘛变会讲话啊，不是会讲话，就是会开始讲话了。啊，即卖会讲话的时阵吼，也要讲话，互相也要讲话的时阵吼，咱就甲问咧，到底你考几分啊？你讲我无考咧，你无考，你哪样子呗？保送，保送，奇怪，我初中是读台中诶，台中是当中第一志愿诶。小学毕业爱考啊，万一你的下呢？有一迄个作文题目下呢？假如电诶、假如教室像电影院一样，迄年、作文，我爱数学一百分，小学考高中的时阵一百分啊，高中诶、小学考初中啦一百分啊，初中考进建中的时候，我爱数学嘛一百分呢，足厉害呢！免拍手，免拍手，我甲你讲，免拍手，你也听无？啊，互相去问的时阵哦，隔壁甲你讲哦，伊补上，奇怪，哪会当补上？哎，读对真好，哪会当补上？哎，就不爱讲啊，我大同是阮，阮是考入的，因遐哦，拢是侨生呢，我话我讲哦，拢侨生呐。我甲你讲，马英九就侨生，伊香港出世的，伊高一的时阵三科无及格，我讲的我负责任吗？数学四十八分，未当补考。啊，落尾伊奈赶快阁升到二年级。因老爸迄阵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。国民党以前是党领政呢，所以大家拢惊伊啊，啊，终于免被补考啊。哎，都迄个红仔头敢若袂歹呢。啊，所以呢，高一。啊！伊就自然升去高二，啊，升去高三。高三的时阵啊，二十四班，阮甲高二的时阵哦，剩二十三班，因为落地一班。啊，二十三班内底啊，甲高三的时阵啊，两班的文组的社会组的。因为吼，伫读建中，你若读迄个文组吼，人拢会甲你笑咧。因为讲，迄当观念啊，即摆是唔对哈，即摆唔对啊。我先甲你少年讲哈，即摆唔对啊，就是讲，迄当时感觉讲，学校的做拢是成绩较歹。啊，所以两班内底啊，伊是高三的十八班，你哪会让去啊？你唔相信？你甲看迄个毕业纪念册啊，啊十八班，啊了后伊考参加大学联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伊爱考，爱考了后，讲放榜以后，讲伊是台大法律系有啊，但实际上敢伫啊？唔是，伊是淡江。啊，我甲你讲，我讲的话拢负责任嘛，这法律责任我拢负责啊，伊。淡江，但是一批侨生再加分，为淡江加分到台大法律系。啊，即摆呢，报纸人甲讲，哦，这人足好读册哦，这人足优秀的啊，啊，所以足人去骗去啊。台大法律系因迄届，敢若有一个人考无掉中华民国的律师，马英九是，迄名叫做马英九。然后台大法律系毕业。靠中山奖学金，咱的钱啦，捐给哈佛，回去哈佛读，是安尼去哈佛读的呢？啊，哈佛的毕业的，迄个论文毕业的博士论文写啥？钓鱼台是我们的，啊，所以伊的教授啊，改卡吧，回归，所以伊的教授落尾无头咯。钓鱼台在哪里？上面讲造反是中华民国的，还我别讲啊，美国都讲是日本的呀、啊。这个部分后摆伫高级班的时候，我阁甲恁讲个清楚。伫马英九读哈佛的法学院毕业以后，大部分拢要考美国的法诶律师嘛，对不对？迄年嘛，可能一个人无调美国律师呢。马英九会巧诶，你们很不错呢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数学四十八分呢，莫怪经济即马换甲密密麻麻。迄不是讲我咧甲笑啦，当然不是讲会晓读册就安怎啦吼。但这无数学遐尔啊低，啊做总统啊当然台湾的经济妥妥妥嘛。
我怀疑算术未晓的款，但是算术虽然未晓，伊的存款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悬呢。这方面算术佫做了袂歹，干那一个人啊。所以各位，咱后摆去选举，讲到选举，我会记得吼，迄阵伫要选总统的时阵啊，我敢那伫台北车头拄着了。啊，当然是尴尬的嘛，拢知影嘛。啊，要来呢，看到我远啊，看到我要行个，我袂，我开始闪。但是，边仔拢叽叽叫呢，查某的拢看到伊拢叽叽叫，迄当阵，我就讲，敢有烟头？敢有？啊来，哦，多谢你。哦，好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，我甲你讲，迄当阵哦，我看了。足侪查某叽叽叫，我就讲啊嗨啊，伊稳调的。来，大家目睭过去，老实咯。选举有选了马英九，举手。你那唔敢举你看。你那都没有，奇怪，报纸写讲，当马英九拢是女性为多。哦，恁家拢是，恁家拢无呢吼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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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拢无看啦，拢无尊神啦。我无看，你拢无尊神，你暗妈妈打吼，好啦。反正吼，即摆艰苦是咱大家咧艰苦啦。所以我定咧讲吼，台湾人戆腿啊，头一摆做甲密密麻麻，第二摆佫倒互伊。但是哎，唔通安尼讲，伊目睭无生伫对，目睭生伫新台票顶悬。哦，5000一万的买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有足阵，即摆就阁开始啊。什么旅游3天2夜，跟咱上课同款，3天2夜都免交钱，免交钱，刷来阁给你零用钱。拜托的，拜托的，台湾人死死拢，有一天哦，真正叫害死伊啊！你都还不晓得什么原因死的。所以啊、哦。当然，你看我咧讲啊，遮轻松啊，但是内心真正滴血啦。咱无要选真正正的人，当然咱即摆选真正的人嘛唔对咧。迄中华民国，你啊看，中国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，你知嘛？啊，民进党你都唔知啊呢？民进党党章啊，甲伊台湾决议员来咧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都唔对啊嘛。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伊甲扛起来，所以我问你咧，因为莫怪即马民进党遐官长咧，拢去中国啊。啊，有迄个谢长廷的宪法一中，啊，蔡英文呢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你看没？所以美国看到咧讲，嗯诶，啊你蔡英文你哪呢？啊你来美国访问的时阵。甲美国迄个面试迄两个人讲哦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美国人怀疑咧。哦，好不容易恁台湾人已经捌啦。等下台湾，伫10月11号，好时间我都知影。10月11号，伫桃园伫迄个高雄的劳工中心讲的啊。美国邓多啊，开玩笑啊，哪里来当互你遐做蔡英文调？啊，调咧甲一撮比马英九讲还，虽然马英九戆戆来讲。美国还可以控制，美国嘛甘愿做一样吼戆戆的来控制。啊你蔡英文虽然无巧，但是家己会出主意，啊这伊嘛惊呢，甲陈水扁同款啊。陈水扁干呐，台湾要独立啦，要宣布独立，要求伊个政治上尾啊吼，伊差一撮宣布台湾独立。美国迄人，咱已经过美国，迄个美国干联络啊。伊若宣布独立，我们马上。航空母舰在迄个新营的迄个叫做左营的军场，迄个机场，迄个军用码头啊，马上登陆，马上派直升机，阿扁也要甲你抓起来，当然伊老外无啦，迄阵红三军要甲冲咧总统府啊，美国出来动啊，马卡西面爹讲啊，你不要冲哦，你如果不冲，事情过了以后，我们邀请来美国来访问。啊，即个推下面嘛好啊，西面就安尼也好啊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是安尼来好。即台湾人脑袋里面没有中心思想，
伊都毋知影讲台湾要安怎行嘛，要行对对一条嘛。但咱即马现主席在做，恁知影要安怎行，知无？知举手，恁拢毋知啦，假骗啦。哦，来来，恁知影来，哪一个代表起来甲我讲怎么走？敢若读安尼就有知影讲要安怎行，还早呢。高级班毕业嘛，无一点讲你就知道呢。啊，这句话我喜欢听，因为咱台湾人要行的路，敢若新美国讲的，您即马做了差不多啊。您训练的四千名呐，到位，你马上通知我们。但是现主席，美国嘛安排啊，在东北亚的局势要较稳定，尤其是日本甲美国的地位，他要巩固。伊即马全心全意想要将中国给他一个教训。美国的武器即马存足多，啊未用呢。啊，所有的比较高级的武器，即马拢大量拢放伫日本甲菲律宾。别痛下，哪尊随时东海发生战争，伊就要甲结掉。啊，要结掉呢？不会全面呐、啊，免烦恼。全面吼、哦、太快了，一部分就好，一部分将浮在水面顶端的尊者弄个消灭。安尼再来再来讲，安尼消灭的时阵，他会消耗很多的武器，武力的迄个飞弹有啊。美国就是要做这個，所谓战争，美国拢趁钱呢。迄当阵北韩在咧干干叫的时阵吼。哦，哎，就放风声呢。哦，北韩哦，偌歹哦，对韩要拍飞弹哦，啊，这北韩配合得很好呢。迄金正恩哦，头脑嘛袂歹，唔知是袂歹，是头脑无好。伊飞弹哦，今日甲晒出来，哦，全世界媒体拢去翕。哦，北韩已经把飞弹，迄个飞弹哦，迄个发射架已经开出碉堡，而且。迄个飞弹的迄个架势哦，甲举起来，好像立刻要发射。哦，全世界拢紧张呢。计程工放落，搁晒入去。哎，免笑免笑，搁计一工，搁晒出来，搁举起来。哎，伊敢若甲误两摆吼，俄罗斯甲买 F-35 吼，买12架，日本甲买12架。印度甲买12架，啊有巧无？伊一年诶，伊买迄吼，迄 F-35足贵诶呢。啊，著一届吼，啊甲买10几架吼，啊伊著凉凉啊。伊诶军费拢有啊。嘿，头脑足好诶。啊，所以你讲金正恩美国会甲伊拍无？未啦，啥啦？伊无遐戆呢。你若金正恩甲拍死，有一个叫做金正男呢。金正男就是他的大兄，中国马上将金正男给送去伫迄个叫做东北，坐伫遐伫等。你若金正男去予美国给消灭，他马上回去称王。美国讲我哪有遐戆，我伫金正男我甲拍倒，啊，予你金正男做头，啊，你金正男甲中国关系过遐好，所以他也不干了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会甲拍无？袂啦，要拍啥？啊，若真正要拍金正恩哦。唔免两工啦，一工就甲解决啦。啊，迄个大口袋你袂晓看，啊，佮遐少年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懂，敢毋是？所以你甲看吼，这国际局势唔是你看报纸会当学的啦，应该是在台湾民众会有较侪啦。当然，要佮有真侪，在国际的局势哈，你高级班的时阵，我才会跟你讲。啊，佮有迄个中国国情的报告。啊，咱这边的高级班、初级班吼、哦，我的课到这边做一个结束。啊，后节课呢，那个张议长要来做一个结论。多谢各位来这里受训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。啊，等下有要坐车的同心，请到头前柜台遐垃圾。